台湾都会加进保养品里，它没有单纯卖，它还是 App Cosme 票选排行的第一名哦。它就是玻尿酸原液啦，它就是你可以加进你的保养品，比如说粉底液或者是你的乳液、沐浴乳里面，你的所有保养品都可以再多加一个玻尿酸的成分。我也好想买哦，斯伊赛伊的酵素洗脸粉，然后它里面就是这样做成一个一个小格的。你每次要用的时候就打开一颗，之所以会这么受欢迎，是因为它酵素的泡沫是非常细致，会进入你的这个毛细孔的部分。除了可以让你的毛孔的黑黑的脏污去除之外呢，它还可以让你的皮肤看起来更光滑。那 PPK 系列的商品呢，包装它就已经长得超级可爱了。它这一款的粉底是它里面有添加四种美容的保湿成分，它就是可以一次解决你的三大肌肤问题，毛孔啊、皱纹、暗沉，等于让你边化妆边保养。它还有香味哦，它打开就是粉饼的样子，拍在你的手上，它粉感是不重的，而且很香，它有花香味，香是超级可爱的外包装。那它是干嘛用的？它其实是隔离霜，你涂上去，它对你肌肤有一个保护的作用，可以隔绝外来的一些灰尘啊，很好推耶，是很湿的，它就是帮你的肌肤上上一层保护层。它跟刚刚那一个隔离霜的包装很像，它就是可以让你的皮肤啊、毛孔隐藏起来，然后味道也是香香的。而且不止这样哦，它这个还是有防晒的功用，它有 SPF 20跟 PA 有两个加，然后它里面还有添加玻尿酸的成分，是不是超级厉害？无关化妆品了，它已经有点是一个诈骗集团的概念，它就是可以让你伪素颜，洗完澡、卸完妆、洗完脸，轻轻拍在你的脸上，这个东西就是可以让你隐藏毛孔。你要去温泉旅行，跟闺蜜好友出国住过夜，或者是跟男友过夜的时候，最重要。粉红色的部分呢是综合的玫瑰香，然后这个浅绿色的部分它是白色的白色花束香，它是保养品，不怕阻塞你的毛孔，真的不用洗脸。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帮你救急的小帮手啦，就是诈骗集团家族的成员啦，它就是一个伪素颜的商品。洗完脸之后，你就是把它像保养品一样擦在脸上，不用把它洗掉哦，你就是可以达到伪素颜的效果。它会校正你一些泛红的肌肤颜色，它还可以吸附你多余的皮脂，所以你的皮肤看起来不会这么油。它里面有含十种美容保养液的成分，还有八种以上的果实油跟种子油的成分在里面。这个是蜂蜜柠檬的味道，然后里面长这样，白色的粉饼块状。